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龙寿庭园电梯三房。好，现在我们在它一进门的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来看它的前阳台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客厅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后面的厨房。好，这里是它的厨房。好。现在来看它的后阳台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厨房，我们再回到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卧室，还有它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他的卧室。好，我们再退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的次卧。好，这间是他的次卧。好，我们再退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他旁边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再退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主卧，还有主卧的卫浴间。好，这是主卧的房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主卧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主卧。好，现在我们直接回到客厅。